别骂周琦了，阿联公开袒护小弟，五字让周琦无地自容，这才是担当。男篮世界杯小组赛，中国加时惜败波兰，周琦一度成为这场比赛的焦点，不少球迷都开始吐槽周琦断送全队的胜利。其实表明来看确实不假，虽然砍下十分，但是五个失误，最后连续三个直接让全队崩盘。赛后易建联第一时间安慰小弟，希望大家不要再喷周琦，真是让人感动。这次比赛易建联作为队长带头，还有王哲林、孙铭徽和翟小川等球员都晒出了全队拉起周琦的照片。王哲林写道，没有人想输，输赢我们都一直在一起。易建联则写道，输了一起扛五个字是对周琦的鼓励，但是也反映了全队也认为这次失利错都在周琦身上。